这里很热啊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啊，我们才刚来就要走，吃点甜点吧。甜点啊，哦，到外面我请你吃。甜点来了，这是经理要我特地为你们准备的。是幸运饼干吧？太有意思了。你先挑吧。啊，那就挑一个啊。 你来了，你在试活动的礼服啊？嗯，好了，蛮好的，反正改的还蛮合适的。宇轩，把那条项链拿出来让我试一下。哦，怎么样？漂亮极了 ，Good。 谢谢。啊？怎么了？ 项链不见了吗？啊，对了，为了增加亮度，你送去保养了是吧？嗯，哦，那好，那一定要记得及时从店里面取回来哦。还好我昨天已经先试过项链了，还算合适。OK， 把衣服给我吧。 怎么不见了？不知道，不可能啊！怎么会？这项链多少钱？三百万。哎，你快去找找看啊！我帮你拖住他，快去！啊，真是。江浩。 孙宇轩呢？去哪儿了？哦，他说去催一下珠宝店，先走了。哦，OK， 那你呢？你专程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有一件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你。这件礼物是我正式送给你的第一件礼物。 你的包你自己早上不是背走了吗？不是，包里面的项链。项链？嗯。没动过，我也没看见呢。哎，问问你妈，来来来，老太婆，来来来。怎么啦？妈，早上谁动过我的包？哼，谁稀罕你的包啊？比你妈还重要。你没动过？哼，完了完了完了。哎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出了什么事啊？丢了？难道？ 哎呀，什么项链呢？这么值钱？看样子挺贵重的，值个100多万吧。什么？一条什么项链值这么多钱的？哼，你从来都没给我买过，你当然不知道了。哎呦，好，好，好，哪天呢？我也给你买一条啊。哪天啊？公鸡下蛋那天。切。
喝水喝水啊。好了，放那儿。哎，啊，是 Tiffany 的总裁 Johnson 先生要我打电话给您的。您真会开玩笑啊，什么竞争对手啊？啊，我今天打电话来是有件事情想拜托您。听说五星集团有意投资多厅影院这个项目，我们公司也正在策划这个项目，可是资金成了问题，所以想找一个合作方。啊，是。现在是初级阶段，您没有必要亲自过来一趟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先跟上海这边的金正浩常务联络一下。啊，我们已经是老同学了，听说他最近也想进军娱乐事业。啊，您不知道这件事吗？啊，看来是我多嘴了。啊，是。谁啊？我忘了一点东西。除了家里跟这里，我不可能掉在别的地方啊！我一直抱得紧紧的，紧紧的。喂，找到了吧？没有啊。什么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找到。那怎么办？好好想想，丢在哪儿了？我想不起来了，我抱那包包抱得很紧啊。我现在开车过去，赶快出来。冷静点，好好想想，那么贵的东西掉了，总该有点感觉吧？不知道，没有，没有感觉。哎呀，气死了！每次我想做点什么事，你就给我惹事，你跟我有仇啊？啊？啊，真是，就知道哭。你冷静的从头到尾好好想想。那天在明明家试戴的时候，项链还在啊，还有门也在。后来出去的时候，我就把包包抱得紧紧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梅姨，除了明明跟你在场的，还有梅姨吗？青伟，嗨，宇轩。青伟，有梅姨的电话吗？有啊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今天活动的现场我是去不了了，预约延迟了。没关系，马上给梅姨打电话。怎么了？哎，梅姨啊。喂，我是郑浩。